开，反而遭男子怒火。结果当时哦，这个店员他这个男子跑进去，女店员一把就把这个店员手上水果刀给刮伤了，虽然他要转告。爸爸真是好的。其实这方面中，客人上门了，点了饮料以后，看一个相当不友善的情况，敲门。你把那个地方，有最高师兄的，他刚过来不进，我怎么？用音乐机啊？哎呀，哎。回来，阿妈吃一口。我呢？我呢？我吃一口，来啊啊啊！我呢？我呢？我呢？我这。阿妈吃一口啊！阿妈啊啊啊！好。太好笑了。阿妈吃一口，你要顶过去泡啊？无水啊，我要来下汤。哎，好味啊！伊迄规罐的迄嘛，迄嘛好吃，迄落规罐的迄无，粉的迄无，就无能。